台北市议会第四次大会的揭幕典礼今天上午9点在市议会揭幕，由副议长张建邦主持。会中首先通过了市议员张同生的临时动议，要由全体市议员到机场欢迎我国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代表团，宣慰他们的辛劳，加强团结。台北市市议会的大会每半年举行一次，这次的会期有50天。台北市长高玉树跟阳明山管理局长潘奇武将在今天下午去列席做市政报告。